各位空中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克中张医师，啊，真欢喜咱今日搁伫台湾的心情，跟咱空中见面。今日张医师伫台湾的心情，要跟咱来回顾咱几礼拜来咱所拄到、所看到、所听到，咱应该爱知的台湾情、台湾事。这礼拜内底上要紧的台湾的代志是日本。首相安倍晋三去美国见到奥巴马总统，安倍晋三伊用英语伫美国的国会来演讲，予美国人毋免阁经过翻译，都知影以前伫七十年前甲因敌对敌对的即个日本国，即嘛因变安怎甲美国变做？安保条款内底的美日安保协防坚固的同盟国，这是一个真要紧的代志。因为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，向准无条件投降的日本国，在美国主导的 UN， 咱讲联合国内底，来予伊大大。修理，甚至因的天皇嘛，被美国为首的这些联合国的成员给架空，更不是安尼尔。美国佫替日本写宪法，和日本变作一个内阁制。这代志，这个、中间有原要冷战、热战，嘛为着奥克纳瓦美国的基地底下哩。互相口臭，但是不管如来，今仔日咱看到日本甲美国已经结盟，对安倍晋三来讲，当然这是特殊任务的一个首相，因为美国总统用国宾级的热情来款待，用欢迎的仪式啦吼，白宫的。暗餐各方回答以外，佫亲自为安倍晋三来导览华府林肯纪念堂，用晋三的名真亲切来佮伊称呼。毋但见奥巴马总统佫用日本话、日本的诗念卡拉 OK 顶美国人耳熟能详。的日语单字细腻的动作，凸显两个人深厚的友情。当然啦，国际上无白吃的午餐。美国的对伊遐好，嘛是因为美国透过精心的安排、行程甲礼遇，目的要宣示美国日本两国强化伊的新的同盟关系。因为若无结合起来，即嘛，穷兵黩武的中国，即只火把塞枪底下虎视眈眈。日本被联合国架空了，敢若会使有自卫队？事实上，因的自卫队，诶，迄个军事训练，因的武器，已经是超过自卫队的一个水准。所以讲起来是名称叫做自卫队，事实就是军队。本来袂使出国，但是为着真侪灾难区，为着伊拉克的战争的事，美国嘛有派日本的自卫队去遐斗下手。即个顶顶拢互你看出，你若是家己这个国家有强，就算是美国也阁甲你暗讲，你袂使有军队。但是你甲美国完全的配合，最少伫民主自由的国家内底，你嘛会甲美国平起平坐。将近七十年后，美国已经甲敌对转做坚固的同盟国，双方真紧来完成跨太平洋伙伴协定，就是 TPP。啊，这嘛是台湾，即嘛伫等。
因为美国嘛有明明甲咱讲，你免加入甲中国嘅契约遐个什么亚投行拢无需要，你就来加入 TPP 嘛。所以台湾最近有做动作，希望真正走入去太平洋伙伴关系 TPP 这个结构内底。咱知影，那不是中国在遐创空，野心勃勃，扩展伊的军备。即马中国伊的军事预算有写出来，迄拢总是空头的啦吼。意思讲，迄是金字塔的顶头，嘛是冰山的一角。下面包装的内底无共款的部分内底，遐军事费用，迄够较惊人。但是不管如何，你愈强调中国的军备，啊，你过去处理南海邻国的这个海事领土的争分，无依照国际法来展示你的肌肉，制造紧张。美国甲联邦邦盟，美国的邦邦们啊吼，要确保国际法受遵行，所以。也都是中国把这个美日安保条约来个推上最高峰。目前东南亚各国家协会、高峰会对中国的态度，嘛因为菲律宾、越南等这些国家，主要对中国强调要加紧合作，牵制中国。所以越南甚至要扩充伊个潜艇加射程，会使达到中国沿海多次个飞弹个数量。这就是啥？这就是有实力个原则，实力原则。你若无，你毋免甲人讲啥。咱看中国野心表现伫东海、南海、南亚遐领土个纷争，嘛扩大伊个。经济贸易的领域，企图要扩大伊的经济贸易的这个范围，在亚太地区制定一挂规则。奥巴马在咱这个礼拜内底，为了鼓吹 TPP 早日实现，就指出中国趁虚而入，制定经济贸易的规则，要主宰亚洲的风险。另外，各方也有看到讲，伫主导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事，中国毫不掩饰以调整国际开发金融体制甲特殊的居心，所以亚投行背后的“一带一路”，伊伫亚洲、澳洲、陆海两国扩大的用意，较上。昭然若揭，当然嘛是因为安尼，台湾伫这中间虽然无地位，嘛无正当性伫联合国内底出声，咱敢若去用袂记啊？啊，事实毋是，咱都要知影，咱去互人藏起来。台湾这个小三，去互要使用台湾的美国，借着联合国的名称，甲台湾主管。悬空割让，咱无真正的主权，咱敢若有政权。虽然有宪法，内底有宪法、民法，但是咱无一个加入联合国的主体性。因为中华人民国已经伫1949年10月初一灭亡，去予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初一因的建国取代了，拍输遭赢，两支脚夹一副南北拼来台湾。蒋介石集团嘛，去予联合国用上无客气的口语来甲讲2758条条文，讲甲蒋介石所属的占领还是窃占联合国所有的设处，拢总甲赶出联合国。这就是2758阿尔巴尼亚提案，予台湾已经毋是联合国的会员国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政府来取代以前的南京政府，所以这个南京政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事实已经合并去了。
这就是咱爱怎讲，你已经无迄个国际法人的地位，你干哪有法度变作一个政权啊？残喘苟且生存伫美国的恩惠下面，也加在啦，因为有这款的恩惠，台湾无形中受到美日安保条约、美国、日本的安全的这个条约，你甲你保护，保护中间，咱唔免伫遐穷兵黩武。咱的国防预算虽然变变爱变，咱嘛都要有军人，不管是常备兵，还是后备军，还是募兵制度，还是征兵制度，这些制度拢无要紧。哦，只要形式上你有一挂兵，较关战的机械，迄、那个电脑有法度甲美国相通。你对美国买的战舰、飞机，拢总是美国系统。伫万一有事情的时，爱修台的时，美国甲你连线。这些代志，咱无形中去扣掉，这个扣掉，嘛是爱向2016年想要选总统的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、小英来个请问。这个请问，亲像马英九酸溜溜的，讲你有什么款对中国九二共识的看法？你要维持现状是维持什么现状？什么是现状？嚯、哦，讲个真大声，想要甲蔡英文拍好惊。事实，蔡英文是一个政治学的教授，伊是政治经济的教授。所以伊无咧惊，伊嘛知影讲政治上唔免甲恁只个熟啦，讲好死都爱模糊，落水溪若无落都无鱼啦，你若惊热都摸入去灶卡，这就是政治家的个性。蔡英文伊当然袂甲你讲好清楚、说好明白，但是咱希望台湾有独立主权，而且。台湾国的主人，咱就要逼伊来认同台湾必须伫某一个时阵建国，啊，你自然就独立。所以台湾要先建国，国名经过公民投票，不管伊是号做台湾共和国，还是号做蒋经国，那是公民投票出来，咱就要遵守。然后用这个国来加入联合国，你当然就是独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。美国伊嘛是希望你安尼做，只是伊先用美国国内法、台湾管理法来甲你架空，和你乖乖啊，为着美国的利益，拢不准甲我踏过红线，啊嘛不准中国那边架到。什么8·17公报、上海公报、军售公报等等，都想要打台湾，因为美国嘛不准中国起脚动手，所以台湾在这个世界的矛盾里底，咱一时有这个通好喘气的空间，有这个空间的时候，就要甲大家提醒，你要好好啊来经营台湾，莫亲像马科长633跳票。俄罗斯这乱创作的，到今仔日9%都无法度达到的民意调查，这款人要有什么身份来挑战小英超过60-70%的民意的调查度？啊，你小叔啊，要管军，那管会到？咱只是甲讲可怜的马英九，你的科长做了，你一心干那要向中国甲你捅去，拢唔敢讲你的中华人民国要捅中国，连即出啦、即出啦、即出啦，你的老师蒋经国、你的师公蒋介石的迄款反共抗俄、杀猪拔毛，迄种的，迄款气魄都无，你变领导咱的台湾呢？我都在中间只好保着伊的老命，甲台湾想要双手奉送给中国。
所以他做出来任何 Act 法以下，不管是服贸条例、货贸条例，拢总在在看这个人，无要家己做主人，所以要甲台湾借着党政，即马朱立伦要去遐会习近平，会会咧要用党领政，啊，这个话阁是马股长最近家己讲清楚说明白。以前咱是干呐，知影讲印度要安尼做，但是至少无多一个念头的总统来讲出这款的话。啊，即马伊狗急跳墙吼，马英九已经讲出来要党领政，所以伊嘛希望朱立伦较紧去，伊无落去，至少退一去，甲习近平讲一下悄悄话，安那去互摸头，将来要归盘甲台湾送互中国，夭寿哦！原来咱的国统化，都是要让人去统，不是要共统。人一输输啦，蒋介石、蒋经国因的气魄都无啦。啊，这款呢，无采用中央奖学金来补送伊去哈佛，补送去的，不是因为伊考试呢，不是伊经过公费留学考试，不是私费留学考试，像当时也够私费的留学考试，伊不是经过迄个管道摕到奖学金，这是摕到中国国民党甲美国因为合作，当年送几个去里遐读册，这种的哈佛的留学生，未过人看到伊的论文第一啊，嘿，美国教授害头啊，甲伊的指导教授讲，啊，你哪会？恁这个学生呢，写个错别字遐多，恁这个电脑的格式都一条顺都爱拍好滴，啊，伊也袂晓，安尼敢甲这摕做博士论文？啊，个伊的博士论文是咧讨探讨钓鱼台、钓鱼台的代志。即个安倍要甲美国革命，变作一个强烈的盟友，这中间嘛有特别。对钓鱼台的代志讲清楚、说明白，讲钓鱼台都是属于日本的。不管你服气不服气，你服不服气，这就是实力原则了。政治上的实力决定你倒一个所在是属于啥人的。虽然台湾有真侪人希望讲咱是属于日本。日本虽然无条件投降，把咱台湾吐出来，但是台湾的主权还阁落在日本的手头。安尼先，日本国的台湾将来若合并去，钓鱼台当然是咱的。啊，这款硬拗的讲法，我只有祝福你的想法。哦，但是莫遐念头。这个现代史内底要解决台湾的地位也无遐简单，因为。一定要让中国成败，败到伊吼变作七块论啊，变作七帝。七帝以后，国力衰败，内乱开始，因家己内政内斗，迄个时阵台湾自然就变作一个独立建国的国家。那无吼，你外国干，外国好，外国走去联合国讨你的这个色处。讲你要加入也好，还是要回去返回联合国，当然无法度返回啦吼。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取代中华民国，伊顶头五个常任理事国来对毛一个，我说 ROC 中美英法苏，迄、那个中就是支那 China， 伊个名叫做 ROC。所以咱今仔在台湾咧套用的这 ROC 是山寨版，起码山寨版已经做个吼，你也理解山寨版。自己门关起来，怕秋情话送，但是迄都毋是真正阿公某的关系嘛？你无真正的政治实体，无一个法人，国家法人的地位嘛无，讲的拢总是放什么屁啊？所以咱唔免烦恼，咱只有伫这中间，自己好好啊训练咱的国民，和大家有公民意识，自己台湾自己救，自己的台湾自己救，免靠别人。这就是咱即马对的安倍晋三甲美国，安尼巴蒂巴蒂的时阵，咱会使做一个检讨，嘛会使借着即款
的机会，和中国失信啦。因为美日安保条约本来就涵盖对台湾的保护，啊，这嘛好啦吼，咱家己都无遐强的军队，咱的台湾军走去中国军，啊，甲因我你侬我侬，甲黄埔军校遐，吼，安尼默默作会，卑躬交错，啊，都叫做中国军。啊，安尼去，你个起只军队要创啥？敢那消耗资源，达到宪法内底讲啊服兵役的义务了了。事实上，无迄个人有迄个心要做即款的去互使用戆瘾头的阿兵哥，甚至亲像洪仲秋，杀伫你的军队内底，甲一个好的革命军人甲牺牲掉，甲做掉，甚至亲像江国庆，好迄个名，十月七十，就是迄是国庆日。就是啦，因为伊都唔知影讲，这是完全是去用作弊偷暗讲的。我敢讲，迄天叫做光复节，迄天叫做台湾幸福的节啦。啊，去啊去用安尼玩弄，硬甲对一个好好人创甲，互伊死。咱的朱德平，过去偌济人牺牲伫军中，拢是为着这款军中的恶行，即马甲拍好破，和民间诶检调单位来介入，希望即个。恶事卖个发生，无咱虽然去军中是来一个佚佗，锻炼一个体魄，迄绝对无人相信恁讲的迄种什么三民主义、反共抗俄、杀猪拔毛、统一中国迄种的，吼，迄个真正相信的，迄真正弄不死好。以前张医师去成功岭大专兵啊，先去训练，教官伫顶头咧讲啥，我无你甲信，我家己摕我一本圣经。新约对第一面看个上尾面，因底下咧讲遐洗脑的，咱无必要甲听，嘛无需要相信迄套，因为本来就是假嘛。大行拢是假，拢实体，拢实体就是拢是假吼。假老庄哲学，装可爱，装无辜，装遗忘，装看报纸才知道。所以未过，即个听有英语的外国人，伊拢知影，卖研究就是 cocky、pricky、sneaky、cheeky， 佮加一个 bumbler， 又屌又傲又阴又没有 LP， 佮戆念头戆到袂要上，即全世界拢知影。《经济学人》杂志，互全世界都看到卖研究的烂，当然伊的集团，若无紧甲东山吐吐出来，表示伊真正要改革。朱立伦做因的党主席，嘛是起来使可怜，叫因在过去的东山拖累到今仔日头也未起。希望不管朱立伦后来嘛有个结结个叫伊出来选总统的陪选，有啊无？啊是王金平，啊是小辣椒，拢好啦。恁想要出来选，阮拢无反对，因为放伫目睭前。六十几趴要对你下骹三十几趴，迄是都咧算得着。这要互咱知影，咱即马爱对台湾人民公民训练爱加强。偏偏这个时间，张医师就像你讲的时阵，伫台中上老的这间兴中街的柳园教会，柳园长老教会是咱中部上老的，伊底下有李雪莲副总统。甲前国防部长蔡明宪伫遐，甲学者伫演讲。哦，恁若听了节目有趣味的中部地区的，紧来公园边啊，这个兴中街柳园长老教会，卢秀莲副总统甲咱的前国防部长蔡明宪、蔡博士，因带领的台湾边啊有家己的地位，甚至将来爱变作中立国，这个理想性。啊，要出发啊，所以邀请空中的朋友来参悟。啊，明仔载顺续讲，伫台中公园的监牢，我要邀请精神科的教授杨总出来，卓良征医师要甲咱来谈，要安怎防止这个自杀？咱看到高雄医院这两个二十几岁。优秀的 ABT， 台湾的青年在美国加拿大受教育，等来读医学院，读到医学系三年，为着恋爱，偏偏爱着一个查某囡仔，
敌人用下杀手来抬死伊个上好个同学，因为两个拢伫国外的经验较有话讲。巴蒂巴蒂嘛，捉同款个查某囡仔，啊捉袂到个时阵，使用这款上激烈、无 EQ 个方法来解决性命。两个老爸仔拢总是医生，一个伫屏东，一个伫台中。你想做爸母，甲你栽培到二十几岁，遮优秀个环境，互你甚至买厝，互你伫遐住，两个拢安尼哦。结果无 EQ， 这款呢错误的行为，干那靠你的 IQ， 靠你安尼学着中国人迄种嚣摆型，大行都是你爱拿着，那无教练意思，我才好人死，死到尾啊，家己嘛走投无路，固步一阵嘛无效，因为阮法医验落去就知影，你的血对外好烧，迄、那个火烟无树雷也去更内底无迄个碳化点，即个死后才点火嘛。你的脑骨啦，咱讲舌骨有去用缩断去，有皮下出血，这都是阮法医学咧教的。生前去用缩死，啊，干那这两项当然啦，医学医学院三年吼，医学系要为读个法医学，张医师加高大成法医，阮拢伫医学院内底教个五年以上的，即医学系五年以上，伊的基础医学都读了，进入临床。伊才有啦，啊！可惜这两个才三年吼、哦，三年对医学还阁唔捌，干来晓创毒，迄个做爱困了较重，好耶！哦，迄姓老的先交昏了，昏了才个缩死。这款固步一阵，对阮法医的诊断、甲刑事组的刑事鉴定，哎呦，迄一下子都戳破啊！吼、哦，伊当会惊，因为伊无迄款的能力，嘛无迄款的掩饰的手法，伊袂晓哦，沉得住气。当然爱惊着，为着做来死，一个最后的悲哀啦。虽然台中这姓黄的医师，伊讲我若知影这老囡仔吼，姓老这囡仔会去惊地咯，我一定甲劝。虽然我惊去学台，啊，迄嘛是我的囝的算命运啦吼。但是我绝对无爱伊讲安尼就死，安尼去自杀。所以咱今仔日。对着不景气的台湾，对着衰尾的台湾，大家拢安尼人心惶惶，真济人拢要自杀，真济人那无都自杀，也想要杀人呢。你看有恐怖无？哦，阿兄甲因小妹仔头剁起来，用盐甲生，这武器都用定验。做人的阿姆，甲伊这个囡仔饲，或者牛奶掺盐，创甲会死去，判二十年。这就是今仔日咱所对的这个无安心的台湾呐、啊，叫马政团带到外国去出来，予咱治安无安全，予咱国家地位无安全，啊，干那讲袂使刺激中国，这款错误的迷信，迷信啦吼，所以吼、哦、可怜啊，中国帮世界恶帮，台湾那在一厢情愿相信这款骗人的。骗顺的，家己徛倒开。哦，所以这礼拜，我有邀请精神科的博士卓良正医师来到台中公园的监牢，要甲大家来讲，讲自杀防治压力要安怎来消套？那无，你像杨佑寅，无才因老爸做个农委会前主委彭作奎，啊，看到这二十几岁查某囝为着网络的凌虐而来死，你看咱。到底这个真悲哀，而这个台湾，难免当时造化都出头天。看到福州何以建材在高处呢？鸟条五十条裂缝，这个地当都发裂噶呢？啊，佫无爱给记者去，啊，同要入去看，同众院然后以前张秘书电来去五十三台民视上夜节目，这个真漂泊的，即马台北市议员，啊，甲何伯文拢甲因指出。何伯文正半枪啊入去啦，去遐看讲到底恁是伫创啥？高铁讲四月就要破产，即马四月已经大赚五十五亿。交通部，你哈台湾，你做中央的部长级的人，你甲马英九同款，敢要骗台湾哈台湾？啊，你当时对台湾做什么好代志？讲高铁四月就会破产，结果实在是大赚五十五亿。打脸外交通部，
好啦，讲些意思就要让大家知影，莫相信这个诈骗集团，咱家己爱努力，家己爱站倒起来。对这诈骗集团所做的，因的讲法，因对政治的这个说法，咱唔免听，咱至少所听的蔡英文也比较清楚。咱希望在清楚的中间来建立咱好的独立主权的台湾国，来甲中国拼到底。台湾、中国一边一国，台中、台中，一台一中，一台一中，海阔天空。今日台湾的心情，就是讲到这，多谢你的收听，再会。